你的礼物，不感谢啦。给你你的礼物。一口吃进去，它会掉。不会不会，爸爸。吃啊，不咬口。你们感觉啥肉？你们感情这么好。爸爸今天在这边找猫给我，哎，好可爱，在给我这里，超超像他的猫，好可爱。姐姐，你要再一个吗？打碗灯。好，这个给你，来，这碗给妹妹。打碗灯给你哦。那也猜我同学。我们学校会选。有会选，那看你吃啊。这样有拍照吗？有不是没有呀？不是，是五啊，台语啊，五啊。我想给你你的礼物。不感谢啦，我拍出来就会看上。对。这样整只给你可以吗？这样子，这样整只的。今天做了很大事，我先，爸爸先放凉一点，你再吃哈。今天这次只能这么休息哈。小小屋，小食物。哎，姐姐，你的薯条来了。我说，你可以搭我的。这翅膀也不错，看这么大，今天切的比较大块，也那么多吃一点。你要这个薯，你要这个韩鸡吗？要鸡腿肉先给你哈。你要这韩鸡吗？哇，怎么还生鸡出去？要帮你切吗？可以帮你切啊。我要免费吗？我就不切，你帮你洗下来。给你没有？我的棒棒腿嘞。现在太烫了，等一下再给你。先吃牛肉，先吃地瓜。好啊，会啊。爸爸今天帮你切的比较大只，放这里哈。妹妹的放这里哦。可是我最爱的鸡腿耶。好不好？它鸡是不是现宰？等会看看。好吃吗？是啊。对呀。我叫小石头，是哥哥指甲。
看看。嗯。我们来看。还跟我说不行哦。